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老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玩的游戏是《侠客风云传》前段幽迷路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玩的主线关卡叫做圆马面鬼王战窝王。众人救下敖广，得知黑种罗王已转而进攻罗刹分舵，心系帮众安危。阎罗不再休整，马不停蹄，率众驰援。鬼王与窝王。两方霸主的正面对决终于到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交易系统啊，我们终于找到麻绳可以买。那麻绳的东西呢，相信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，就可以抓一些对方的人来到我们队伍中，连那个大将也可以抓。所以我们来就是抓抓看黑种罗网能不能抓到吧。而且我买了99条，我就不信我抓不到。神枪会帮众，哇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全是一群无能之辈。黑种龙王果然神功盖世，放毒祸为祸我中原已久，今日将此心头之患一举铲除，实在是大快人心。这些一个沿岸水贼屡次侵扰本座事业，将之除去，对本座也是一劳永逸。只是。答应本座的事，可莫要食言呢、啊。哎，这是自然。本官回去之后，必会替罗王向陛下美言几句。杭州一带的名船，罗网要杀要剐，我官府一概不过问。嘿，好了，汉奸，老子今日就算要死，也要先将你一枪射死啊！舵主，此处由我等挡住，快抓紧机会下堂通报敖舵主和帮主，替我等报仇。不错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舵主。啊！一家老小之后都拜托你了，说什么傻话？我罗刹岂是贪生怕死之徒？大活要活一块活，要死一块死。舵主，弟兄们都听到了吗？舵主今日与咱们同生共死，窝贼汉奸，大伙能杀多少便杀多少。追随舵主，杀贼除奸。哼，好些血性汉子，今日本座便成全尔等，下地狱做真鬼去。大胆匪贼，还敢在此口出狂言！众将士，给我！突见大刀里，大殿里一道刀光飞出，一阵回旋，转身之间，竟将那些官兵同里的向上人头给一分为二。那同里哼也不哼，顿时了了账。啊，头儿，哼，来的可真快啊！阎罗王，大殿昏沉的灯火中，伸出一只孔武有力的手掌，接住飞回来的那柄大钢刀。一个高大黑影缓缓自殿中步出，今个要下地狱的，只有敢胆与我封都为敌的贼人。其中有可能出现稀有装备或特殊饰品。看一下，哇，好多人哦！老令倭寇。这个不要。然后我抓了几只看起来蛮强的人好，其他人都无所谓，就随便放吧。帮主，你可终于来了，老子当初便知道这些窝子没一个人性。喵。哼，马脸，可你能撑上这么久。喂，臭水蛇，你怎么满身是伤？东海风度怎么样了？我才接到你的集训，这些混账窝贼都打上山来。哎，那你在山下待命，你偏不要。待会可莫要离咱们太远。黑种罗网，你言而无信。早知如此，阎魔当初真该一刀将你斩于殿上。哈哈哈！言而无信，阎罗王，如没能捉来本座要的东西在先。如何能说本座言和无信？本座从不做亏本买卖，面如丰都，不过是为了连本大利讨回那笔万洋佣金。如还当真以为能与本座为敌吗？原来你们没结成吗？这些窝贼消息倒挺灵空的，出了差池，嘿，岂不甚好？这月不是咱们毁了，就是这窝贼毁了，早晚要跟上一架。出了场乱子，
妹子的待会可要好好说给咱们听听。杀光丰都上下，一个不留。阎罗王，你的首级就由本座亲自取下。窝贼，够胆就试试。弟兄们，审判窝贼的时刻到了，都给我押到幽冥殿去。急犯黑铜罗王，判官他们嘞？哇，这恢复自身是不是？好，你看一下那个野熊的那个简介哈，他说曾经被一名东瀛权势徒手打伤脑袋，变得更加愚蠢，但也一发凶暴。据我所知呢，在一个第一神拳的漫画的樱村，曾经在森林里面打败一只熊。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东瀛权势是不是指那个第一神拳的那个樱村。好，我就看到这个简介蛮有感的，然后能力其实蛮强的，就是。哦，小周天是不是野兽本人？好，那大家我觉得麻绳可以抓这只啊，抓野熊还不错，而且有保护作用。好，我们等他过来吧。哎呀，小周用火神炮先打一下。哇，他们有火神炮哎。如果抓黑种罗网的话，那应该很好吧？那我来试试看。就算前面无路，本座踏过的地方就是道路。免疫伤害一回合，我靠！东瀛海上霸主统领成千上万的倭寇，对沿海造成极大的威胁，亦是东瀛忍者集团首领施的诡秘的忍术。可是人防不胜防，精通无声杀人法，三千世界，竟然会锁龙的招式。最强的敌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，可惜了，不始终是虚高何过？最强的敌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，可惜了，不始终是虚高何过？嘿嘿嘿嘿。绕指楼剑，因为现在黑种罗网有那个免疫，不太好打他，所以我们先打其他人。就算前面无路，本座踏过的地方就是道路。大巧不工，打不到。这只我也蛮想抓的啊，不小心左右互搏了啊，跑不到那边。哦，行动力真高啊！哦，王八蛋，太强了吧！壮志饥餐葫芦肉，笑谈可以匈奴血。壮志饥餐葫芦肉，
小痰可以匈奴血，壮志饥餐葫芦肉。小痰可以匈奴血，杀！蹦蹦蹦，嘎啦嘎嘎！蹦蹦蹦，嘎啦嘎嘎！我想抓这个，这是你的。嘿，耶，抓到抓到。然后猛击，没打中。最强的敌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，可惜了，吾始终是曲高和寡。啊，咋这样？然后那个我的敖广啊，学到一招翻江倒海。这个招式我在之前前传好像没看过，还是其实有忘记了。这招蛮强的。然后那个孟婆有一招叫忘魂酒，这招在前传他也有这个招式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。杀了窝子，帮助，快杀了这窝子！看看众人群，众银针四射，众者不利时毙命。几名鬼众以肉身挡下银针，为严丹生开出一条通往黑种罗网的邪路。窝子，守时！严丹生撇开伤感，面腾紫气，挥刀往黑种罗网斩下，却见数名东瀛浪人护在黑种罗网身前，保护主上，滚开！尹丹生虽给浪人挡下，那香敖广罗刹却以寻隙与黑种罗网对着上头。我子，老子要替我荒度的弟兄们报仇！老子忍了那么多年，今日便要用这牙角枪将你这窝子捅入对穿。罗刹枪尖一抖，飞身刺出，直如一匹脱缰野马。敖广自下盘欺进黑种罗网，双锤一个倒蹬，有若一条破水蛟龙。哼！一条小蛇，一条蠢驴，也敢和本座较阵？黑种罗网微微侧身，轻轻巧巧便避开这一蹬一次，双手拿身，出手如电，一手点向敖广腿间穴道，另一手刺向罗刹手腕。敖广、罗刹，黑种罗网耳边听得破空之声，但见十数把钢钗参。自身后飞来，当即踢开敖广罗刹，防守一扬，名震四射，将钢钗全数击飞。哼哼，这么暗器，奴这姑娘家又如何比得上本座？只见墨剑师身子一软，摔倒在地，胸前不知何时已多出一枚银针。胸前，妹子，混账东西，瞧老子不把你刺个千百个窟窿！哈哈哈。两个无人的莽夫，凭你们可还不配和本座交手。来人，有埋伏。敖广、罗刹，护住咱们家妹子，那我得交给阎王。我还能专心调息，我和马脸会给你争取时间。来啊，那个不要命的敢上前，老子给他来一枪。孩子，娘一定会找到你。啊，就算前面无路，本座踏过的地方就是道路。他现在已经血凝一半以下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捉到他。应该是没办法了，此角色无法捕捉。王八蛋，你为什么不先讲？还要浪费一个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就是有些角色是不能抓，所以那个王上说可以抓是骗人的啊。我什么都不能动了。啊，补血。还好我有野熊在那边。
所以像那个辟邪老人啊，那些或者是幽静，他们应该都是不能抓的。理论上来讲啊。哇塞！好，我们再抓这个倭寇，把它抓起来。哎，嘿，闪屁哦！青龙闪，吃一些肉包子啊，吃一下肉包子。然后火神炮，火神炮，啊，这里。野熊，靠你了，野熊，来抓他。抓不到呢。啊，抓到了。弟子要挂了，这是谁啊？那个拿枪的，吃老子一枪！啊，还不能动啊！直线四格。一只十五只，直线三格，打这里。快躲掉了！哼，拿锤子甩一圈这样。拿那个锤子哦，那不是锤子，那个叫炮管。距离一格。这道真的很贱呢。还不能动，直线四格，又被躲掉了。蛋、肉包子、三顺散、拿炮管打人，
然后现在躲掉呢。好烂哦。这招不是六脉神剑吗？有没有很像哦？还不能动啊，没力了，先休息。神龙虎天脚，刀山夜战八荒。嗯，休息。攻击的范围这么广哦，还不能动。爆了吧，爆了吧，猛击灰击，先把这只干掉。好，唯我独尊。最强的敌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，可惜了，我始终是居高和寡。漂亮，连击连击。知道什么叫阎罗王啊？活着，砍刀，放刺。黑手罗王束手一扬，但见银光点点，却是树枝银针迎面飞来。大哥，只听得树枝刚才自严丹生耳边掠过，将银针全数击落，竟未伤到严丹生分毫。妹子，漂亮。畜生，可恨！严丹生啊，阎罗趁此良机奋起神力，无刀劈下。哼，莽夫，却如莫小瞧本座了。黑种罗网临危不乱，竟临间针尖弹指而出，但听清脆一声叮，小小银针竟将严丹生那柄重30斤大钢刀给震了开去。好个窝子，小小银针竟有如此力道。阎罗王，你是胜不了本座的。本座统一东夷，武功盖世，那命中注定要掌握天下的天选之人，如不过海外荒岛出生的野夫，有如一撮星火，如何能与本座这日月争辉？哼，黑种罗王，你看来是没有听说过星星之火也能遥远。王侯将相，临有种乎？严丹生虎啸风声，大蛋糕有如处刑砸般朝黑种罗王头顶砍去。但看黑种罗王连弹数针，要以同样手法震开钢刀，只是那钢刀这次竟纹风不动，
黑种罗王虽然在最后一刹闪身避开这刀，却已满身狼狈，一身冷汗。哼，痴人说梦，全是痴人说梦。来人，全都给我杀了。还有，这是什么？哼，来了吗？嘿嘿，阿庞的孤独可不好受吧？方班野人也来瞎搅和。哈，牛头老头长得漂亮。来来来，小兄弟，咱们还没玩够呢。老弟啊，咱们给他什么签呢？不要啊。老哥，你选选，是要斩立决呢，还是要来一个车力？咱们来一个临时吧，慢慢享受更有趣，是不？冤枉口谕，昭告倭人，何等罪业深重，罄竹难书，且入我丰都大门，也能活着离开。弟兄们听好，倭贼后路一断，所以阎王将倭贼尽数诛了。诛杀倭贼！督上，状况已尽。闭嘴！上，全给我杀了！他妈的，还有这么多埋伏！马脸，这个山头怎么守的？哼，臭水车，竟然说一风凉话！老子支持这么久还能守住正殿，你们就要谢天谢地，哪里还管了这么多偏房？嘿呀，什么人？是他，你是孔雀王朝的黑种罗王，我要替圣女报仇啊！哈哈哈，小猫小狗全聚到一块了，瞧本座在此将奴等一块收拾。哦，多人哦，不过他们中毒了。我、哦、可以用他哎，孔雀真眼。帅，哇！好弱哦，无量弟子怎么那么弱啊？追魂镖，哦，原来是这个。这招动画以前又看过了。好，来，万魂归幽，伤破。谁还与朝廷来玩龟儿子一道？佛母怎么会来帮我们啊？那不是被辟邪老人抓走了吗？娘一定会找到你。好痛。这不是火焰刀吗？火焰刀的那个动画。
休息。六道圆满。平里长征，他用霸体是不是？别死啊！哦，要下大雨了。最强的敌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，可惜了，我始终是居高和寡。我们来拯救我们的炮兵。他怎么跑到那边？最强的敌人往往是最了解你的人，可惜了。我始终是居高和寡。冰鬼神术，猛击。闪什么闪啊？漂亮漂亮，他快死了。曼陀罗龙舞。阎罗给你做回头，我们再抓看看能不能抓，真的不行哎、欸！你抓到，如果抓到的话，该破坏游戏平衡了。
哼，来啊，窝子！本座堂堂东瀛之主，怎么可能会败在汝等蝼蚁手上？黑种龙王银针在手，脚步虚踏，有若鬼魅，一瞬之间来到严丹生面前，锐意针尖近在咫尺。严丹生须眉倒竖，仔细翻腾，一刀急偏，急偏黑种罗王那破镜的银针，反身接上下一刀，眼看潘阿将便要将黑种罗王拦腰斩断，哼，天真！黑种罗王强忍胸中气血翻涌，双手连弹数针，针针蕴含浑厚内劲，尽数扎进了严丹生体内。大哥，严丹生中的数针，气息一滞，呕出一大口鲜血，跪倒在地。那头黑种龙王虽缓得严丹生刀上劲力，仍是硬生生受了他一刀，鲜血灼灼自腰腹创口流出。帮主，主上，赶紧撤退！我操，哪里走？看看忍者指出数黑黝黝的弹丸，顷刻之间白烟密布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气味更呛得敖广等人连连咒骂。待得白烟散去，黑种龙王早已不见踪影。他妈的，给他跑了！帮主，你忍着点，本官这就叫真拔出来。慢，真藏在帮主各处心气要穴上，不可乱拔。那阿庞仔细瞧瞧，让我来。佛母默念密咒，手里严丹生背心将浑厚内力源源不绝送入严丹生体内。只见银针自严丹生胸腹缓缓而退，听得叮咚之声不绝于耳。不多时，便已全数逼出。咦，没事了，严帮主，你是如何？这伤我看得多。黑种罗王灭我孔雀王朝，不是我操兵刺受他银针所害，所幸你功力深厚，且立即施救，否则这银针留得久，不死也成了废人。妹子，那尼姑是什么人？你可记得黑种罗王要咱们去云南劫的人吗？这尼姑便是其中一人。不错，但这妖女不但武功高强，还会使妖法，云南一战与咱们为敌，断不可轻信。妖女，你来此究竟有何指教？判官，此人不计恩仇，救我性命，先听他有何话说。姚灵姑，阿凡记得你给那老头和将士带走了不是？那日遭到你们和老者袭击，虽得护得圣女逃离，我却给那老者带至汉无天日地牢里，日夜拷打，直到有一日，趁着那老者调养之时，给我抓住的机会逃了出来。重获自由后，我才得知那灭我孔雀王朝的黑种龙王正与你们为敌。虽然我们曾经是敌人，但都受制于时势的结果。如今圣女大人既已安然无恙，我也能毫无后顾之忧，投身复仇。严帮主，黑种龙王尚未死绝，你要断世间这夜煞阴阳黑白，就请你也带上我吧。我孔雀王朝与东北后金国素有交情，后金国和中原孔雀王朝一般，饱受黑种军事侵扰。若严帮主愿意接纳我，我愿为丰都出使后金，寻求援军，共同剿灭黑种罗王。哦，这对咱们可是一大助力。帮主，依我说，便让这尼姑入伙吧。敖舵主，这尼姑和咱们交战时举止诡异，势如风虎，此时所言不知有几句之真，如此轻信，未免操之过急。我同意文判官所言，我们还不知道这尼姑的底细，孔雀王朝远在天边，他所言是真是假，我们也无从判别。家国片面，想象那窝贼抱头的心情，就和阿皇想守护族人的心情一样。阿庞能够理解，阿庞觉得给这尼姑一个机会吧。虽然臭水蛇和老子总不对头，可这次臭水蛇说的可不错。
如今咱们损失惨重，这尼姑既有强援，又有意加入我风度，咱们却将人赶走，今后又有谁想和咱们一块干？这，帮主，此事应当从长，请知遣使敖广等人言之有理，黑种罗王此番恭敬进攻，令我等元气大增，此刻并非拒人千里之事，他既然与我等有相同目标，让他入伙也无不可，何况严某性命为他所救，严某岂是忘恩负义之人？大哥说的是，帮主既已决定，本官便不再多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，我自小作为圣女大人的侍女，圣女大人自小唤我佛母。佛母，来人，拿汤来。干的孟婆汤，从今而后，你便是丰都木莲，随我丰都，断罪绝业，赏阴断阳。丰都木莲，愿随丰都，断罪绝业，赏阴断阳。木莲，即刻出使后金国，寻求共抗黑种军事。木莲遵命。海龙王牛头马面，你伤若堕足，偃旗息鼓，清点伤患，修身养息。黑白无常留住罗刹分舵，协助修缮，也只能如此。孟婆判官，你们同我和阿丽一道。大哥，我们要去哪？喵。海外阿比岛。数日后，喵。自长门出海已过了好些时日，这却是一点也没变呢。喵。有猫。哦，这是你的儿子吗？喵，你什么时候留下儿子啊？为什么两个花色不太一样？哈哈，想不到你也当妈了，这时光可真是过得飞快。然而，过了这些年，我这身无力却还是未曾化境。小伙子，这世上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而决定胜败的关键就在于力量。没有力量，纵有理想，纵有野望，也无力实现。黑种罗网、李成龙，还有那神秘老子，这些与炎魔走在不同道路上的家伙，个个都不是泛泛之辈。炎魔若是落在后头，又要如何带领那些相信炎魔的人继续走这条路？大哥，洞里的物资都准备好了。消息散布出去了吧？是，丰都帮主独自一人闭关失算的传言，已是甚嚣尘上。如此一来，便不会有人打扰大哥你了。帮主此计英明，当我们那许多仇家得了这消息，肯定会在市场一带上忙上好一段时刻，正好给敖舵主、罗舵主争取了些恢复的时间。判官，我入关这段时间就有劳你了。帮主放心，本官必会寸步不离，守在此岛，绝不会让奸人越雷池一步。大哥，这段时间我……妹子，不用大哥说，你也知道该做些什么。是，预祝大哥功力大进，保重身体，莫要勉强的自己。脸蛋生伸出大手，轻轻搔搔幼猫。小伙子，好好珍惜爹娘相处的时间，到时您长大成人，物是人非，难保这种机会一去不回。好可爱哦。脸蛋生起身走进石洞，大刀一斩，只听得轰隆一声，巨大的石块不偏不倚落在洞口，就此阻绝他和外界的联系。妹子今后欲往何方？我想四处调查一番。可是和那木莲有关？我不相信他，恕本官无法与你同道，在外行动务必小心。大哥就拜托你了，还有你们母子也替我照看大哥好吗？喵。莫剑之挥别判官，步上海船，返航中原，心中盘算着下一步行动。阿比岛天意中南纬。OK， 好，那我们这一段这么结束啊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和订阅，也欢迎到我右下方的订阅铃铛打开，也欢迎到粉丝按着赞，以追踪最新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